上班沉浸式逛超市，一千多能买多少东西？进门仪式感，鲜花很新鲜，来一束，支出29.9。直奔甜品区，青柠蛋糕，我很爱来一盒。麻薯，人手必买的，来一盒。小番茄，我的最爱，吃了美美哒。红心奇异，果真的甜滋滋，来一箱。遇到试吃了，拿一个尝尝，好像没啥味道，哈哈，不买。小青柠这么清爽，不会有人不爱吧？我要 double， 酸酸甜甜，乳酸菌也要。鲜奶真的很好喝，来两瓶。爱吃香干，今晚就把它炒掉。这个牛肉干吃了上瘾，来一包。蓝莓和蓝莓干都爱吃，来一盒。每次来必买的寿司，牛仔骨煮火锅煎着吃，都美味，来一盒。圣诞的氛围已经这么浓郁了，又回到了这烤鸡，来一只。瑞士卷，对不起，刚才忘记你了。我最喜欢的草莓和玉米片，吃了上头的芥末，夏威夷果，来一包。16支没有了，那就喝果蔬汁。香喷喷的大米真的有一点重啊，吃了开心果一定会开心。女生要多吃红枣，来一包。螺蛳粉火锅是快乐源泉。好了，今天已经差不多了，结账了，花了1000多。可乐喝了，苹果味冰激凌没有了，吃原味。我拿着战利品走了，下次还来，拜拜。沉浸式冰箱手。